觉得这个酒里边有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了，所以我决定，我要收藏这个酒瓶。是啊，在这工作了那么长时间，挺舍不得的。我觉得对这里每一件东西都有感情了。夏言呢？你终于对我有感情了。我说的是东西，你不是东西。刘部长，我还记得你当初来的时候那个情景啊。什么呢？换思维。潘院长啊，我是没想到大家对我感情太浓厚了，你非不让我走，你这玩意儿咋整？你说，大家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新护士已经来了，你们至少见一面嘛。不见。有请柳护士。哎。见到你。大家好，我叫刘小妍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多关照。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，一会儿堵车了，快点来，我快点来，我来帮帮忙。我老护士，我有经验。走走走，走走听见没？来，衣服给赔上啊！我们多年的感情。是啊，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真是让我欢喜，让我忧。哪有忧啊？都是欢喜。怎么没有忧啊？上次我带过来那个。未来男朋友学历特别高，那个李老师不就被你们给吓跑的？喂，什么？杜总，我们的人让人家给干了。什么？咱们多少人？咱们六个人。他们几个人？他们才四个人。啊，咱们六个人让他们四个人给干了。对，因为他们带着家伙。带什么家伙了？刀。修脚刀，玲玲，叫200个弟兄，带点挖耳勺，抠死他们！好，200个弟兄，多了吧？有点。刘姐要花名。对了，跟他们说，坐公交不打车，刘姐不给报销。我相信我。喂，快点！叫200个兄弟，快点！只能打车，别坐公交。刘姐不给报销。哎呀，其实柳护士，你还得感谢我，对不对？你那小子根本就配不上你，可不是吗？嗯，配不上，配不上，是不是？天底下男人都配不上我，我这辈子都不用嫁了，跟你们过。哎呦，行啊，行。行，我看行。正好你们都在啊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黄导，来这看一看场地，过两天来这拍片。黄导，你看看。黄导，黄导，黄导您好，我在这儿，我叫刘小妍。你看我们这儿还不算乱哈，环境怎么样？这个场地不错。啊，我们可以在这拍。啊？哦。拍什么呀，黄导？水果剧，《香瓜七兄弟》。哎呀。喂。喂。啊？什么？好好好，我知道。那个黄导，黄导，这个什么情况？这是我们这个剧中啊，定了一个女演员演柳护士的，但现在告诉我说档期太满，拍不了了。哎呀，黄导，真不是我挑事儿，这种女演员素质太差，绝对不能用，不用也罢。喂喂，什么？涨价？那行，我知道了。不是那个黄导，黄导又什么情况呢？我们这个剧里头吧，还有两个演员，啊，我们找的开心麻花的王宁和马丽。哎呀，这俩好像说是演了春晚了，现在火了，要给我涨价。你说我这剧组哪拿得出钱呢？太不像话了！什么人品？别搭理他们。导演，我觉得人品啊、素质啊，都特别的重要。做演员。这你怎么能坐地起价呢？这种演员不用也罢，我觉得。你们几个我看也挺好，要不你们几个演我这个戏得了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他们没学过表演，这不合适。没学过表演有什么呀？你看张艺谋那个一个都不能少，里头用的全是业余演员，多火呀！对，是不是？还便宜。对，你们要是没意见，就用你们了。没意见，行吧。
怎么了？我要当导演。导演助理。